看第三题啊，他给这个对数表部分的，那这对数表怎么看哈？这是 log n 呐、啊，啊 n 是这一行，那这一行的话哈，这个不是十，这是 1.0， 这 1.1 啊，好，啊所以的话你看哈，就 log 呢 1.00 哈，如果读到这里的话， 1.00 的话就是零啊，啊 log 多少呢？ 2.00 就是0.301，这是0.3010，那 log 3.00就是0.4771啊。好，那他现在问说哈，要用这个表的话哈，估计哈这个大概多少？十的几次方呢？3.032次方。那十的3.02次方哈，可以写成多少？写成这个十的0.032次方，再乘以十的哈。啊，这个三次方啊，啊，所以哈、哦，这个的话我给它叫做 n 好了 ，n 啊乘以多少呢？十的三次方。那现在我要求什么？求这个 n 啊，也就是说问一个问题，就是说十的多少呢？0.032哈、哦，这个等于多少？哦，这 n 是等于多少？好，那我们呢就查对数表，我们两边给它呢取 log 嘛。哦，两边以十为底，取 log 的话是0.032，哦，这个是等于 log 呢 n 啊。好，那我们就查这里哈、哦，0.032大概在哪里啊？哦，0.032的话哈，0.032的话哈，这应该取多少呢？这个是032的哈，就是32。零三二在哪里啊？哦，0294啊，这七这里是0294啊，这里是0294啊，那这八这里是0334啊，哦，这是吧？这是0.0294嘛，0.0334，所以这 n 哈是介于哪里呢？这 n 是介于多少哈？介于这个是1.08到1.07之间的，1.08到多少呢？哦，1.08到1.07啊，在1.07啊，所以这 n 的话大概是1.07多了，哦，啊，所以这个大概多少呢？大概是。1.07 多哈，啊乘以十的三次方，所以大概是1070吧，哦，大概1070多，哦1070多了，107啊多这样子，哦70了，好，那我们就开始选了，开始选的话哈，这里有四个答案，第一个答案是101嘛，哦当然不对了，哦这是千位的。第二个他说是201、哦、这个当然也不对了。第三个是1007，这也不对了、哦、7在这里 ,7 在第三位嘛，这也不对。第四个、哦、他说是1076嘛，这个对了，这107多嘛、哦、那107多这1076这很接近了。第五个他说是2012、啊、那当然不对了。所以这题答案应该选第四小题，答案应该选第四个答案，所以这一题的话呢，答案是4啊。